喂，你咪玩咩好？边度好玩？我哋去玩。唔知大家多唔多去罗湖顺江呢？呢度嘅万象食家有一间新开业，由朝头早10点开到凌晨2点，环境有种好超嘅感觉。佢哋主打肉系新鲜空运，酒系现场鲜酿，炭火烧烤、睇波食串烧嘅串烧店。想知道系边间？继续睇片啦。今次喺罗湖口岸出发，搭地铁1号线去到老街站。再转3号线去到田背站，再转7号线去到顺江站，又或者大家可以在莲塘口岸搭2号线去到华强北站，同样转7号线去到顺江站。两个方法车程都是需要25至30分钟。在顺江站 A 出口沿路行会见到河马先生，上电梯来到1楼，一出外面就会见到 Dear Lulu 零六烧烤鲜酿酒馆。这间零六手店是在深圳湾的，经常霸占点评榜头几位，基本上座无虚席。而万象食家这间分店同样坐满人，就连小朋友老友记都热捧。餐厅有室内位置，亦都有室外位置，还有太阳遮，不怕日晒雨淋啦。这里逢星期五六日都会有 live show 表演，还有装了几部电视，方便大家一边吹水一边饮酒一边睇波。咁啱嗰一日有奥运比赛，现场大家都一边睇奥运一边食串烧饮啤酒。呢度嘅环境系用紫色为主调，可以话暂时系我哋去过觉得最靓嘅烧烤店。装修比较简约时尚，有种度假 feel， 好超噶。呢度嘅鲜酿啤酒由麦芽到发酵再出炉，都系喺店铺里面完成，而且仲获得多个奖项。烧烤店主打新鲜，所有肉类当日喺东北空运到店。每日搭6点航班，9点就嚟到店铺，全部新鲜现切。而家喺香港食串烧平平地都100-200蚊，喺呢间门店新开张，团购人均60-零蚊就可以饮饱食醉，这个性价比绝对冇得顶。烧烤选择丰富，基本嘅猪、牛、鸡、羊肉都有，单系牛嘅款式都已经10几种，又有烧海鲜拣。主食方面有炒饭、炒河粉、炒米粉，最估唔到嘅系一间串烧店午市主要系卖烧腊饭，有叉烧油鸡饭、烧鸭饭、叉烧饭等等。而叉烧更加系会用200公斤，只会出5公斤肉嘅珍贵部分，最平58蚊。我哋嗌咗几乎唔同部位嘅串烧试下，最平3.98一串就有。落单嘅时候可以拣辣或者唔辣。首先讲下牛肉串烧，酱油筋系鲜牛辣条现烤。只用酱油调味，咬落去成口油香，好有嚼劲。而干巴肉是鲜烤的牛肉，微辣的调味更加带出牛味。另外肥瘦相间的牛肥瘦，入口不油腻，食到油脂之余，牛肉不会烤到干真真。这三款牛全部都是4.98一串。另一款京都牛肉是用了牛外脊皮切块再烤，刺住一小块嫩牛肉，入口又照劲，而呢一款就要5.98一串。再嚟猪肉类，秘制小串梅花肉3.98一串，属于店嘅招牌菜，口味系奥尔良风味，味道唔辣，带少少甜。再试埋5.5一串嘅鸡软骨，软骨入口脆卜卜，连带住少少鸡肉唔会好干。以上嘅串烧全部5串起咁嗌，蜜汁鸡中翼7.98一串。鸡翼 size 唔算大只，但系厚肉喎，不过略嫌定价高过少少。每次食串烧都会嗌齐唔同店铺嘅烤面包，呢度嘅奶香面包8.8一串，奶香味突出，面层有黑芝麻，每啖都好软熟。而22蚊一份嘅蒜蓉茄子可以称得上系烧烤嘅灵魂菜，面层铺满超多蒜蓉，唔会烤得过干，带啲微辣。入口有种软绵绵的感觉。另外我们看到店铺有活动，在大众点评收藏和打卡门店出示给店员看，就可以免费有3.98一串的豆皮。
成餐饭最特别，一定要讲一讲呢一套88蚊嘅鲜酿啤酒品鉴套装。一套入面有6种口味，由左至右起，分别是酒精度 4.1% 嘅树莓小麦，入口带啲酸酸甜甜；而 2.5% 嘅西柚茉莉，闻到茉莉香嘅清香。但是呢杯西柚味入口更加香浓，仲有呢一杯 2.5% 嘅百香果风味，果味浓郁。呢三款都好啱女仔饮，甜甜地易入口，酒味唔浓。而另外三款分别是 4.1% 嘅全麦黑啤同埋比利时小麦，酒味突出，而且有少少苦涩味。最后仲有 6% 嘅混浊，饮落去有多种味道层次，相信你三款男士们会比较中意。如果唔饮酒，仲有特饮可以拣，开放式嘅吧台可以望到店员手摇饮品，中意食串烧嘅又多一间选择啦。如果你中意呢条片，记住 like 订阅 share 同埋留言俾我哋，我哋下条片见，拜拜。